家是对着音乐、党部的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做健康操，活动一下筋骨。南投县政府今日是特别同府来举办一场洗手教育活动，希望学生心中的学生会当了解正确的洗手时机以及方法，以预防感染到等病毒。我想，我们一直讲说双手万能，所以我们很多事情的处理都是靠双手来完成，但是其实双手也是最脏的，就是说因为你接触太多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养成洗手的习惯。那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智能比较发展比较缓慢的这些朋友来讲，特别要教导他们，就是随时要有洗手的习惯。那尤其是在吃东西之前呢，一定要洗手。活动中，主办单位也安排用跳舞的方式来教小朋友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洗手，也因为相当趣味好耍，所以大家不但耍得非常欢喜，也更加会当达到宣导的效果。长病毒疫情每年大约四月份开始流行，从五月底到六月中达到高峰，然后九月份开学以后，又搁再度出现另外一波的流行，所以南投县政府定期拢会参快速餐点的业者合作，到各个校进行宣导活动。这个学校的教导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学校的小朋友是在学校时间最长了，所以如果说在学校开学的时候能够这样来宣导，我想这个效果会更好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学校能够来确实来做这样。养成优良的洗手习惯，才会当让病毒离咱较远一点，也才会当保持健康的身体。记者蔡凯长报道。